今天六月七号星期二，天气呢雨天，接连几天的大太阳了啊，今天终于又下了一场不算大的雷雨所以呢趁着现在呢这个雨暂时停了，我们就赶紧出去到农场走一走啊，顺便最主要是要去检视一下这个鸡伙伴跟鹌鹑的蛋啊，还有喂食他们一下，这就是植物跟动物最大的不同点吧。 OK， 我们出发咯。一下呢这个草木呢都长得非常的快，那我们看看我们家的洛神呢跟我们的秋葵呢也都长大不少，那接下来呢天气更好一点呢，它们可能会长得更好。丝瓜呢终于见到它们都陆陆续续的开花，虽然母花没有开，但是看到有公花让开着呢也是蛮美的。那这是我们的丝瓜，那因为昨天也套了一个丝瓜，那今天等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五花开的要套袋的，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来去寻找我们的南瓜去了，因为南瓜呢最近有授粉，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多一点心思来关心他们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先看最近授粉的这一颗小南瓜呢，花蒂掉了，那看起来也长得还不错，所以应该是会有成功的机会。那我们当然还是要继续找看有没有其他的母花，因为如果有母花的话呢，生活作息上面就应该要稍微的再多一点点的关注吧，因为这个南瓜授粉的时间呢是有一定的，所以对于它如果有母花的时候呢势必是要更关心一点会比较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好像走了一大圈呢，好像也没有看到新的母花的样子，那反正我们就陆续来欣赏一下。这是我们家的第二颗的南瓜，那我们还要去看一下第三颗的南瓜，它是已经有椅子可以坐了，看起来也都还正常。现在关心的呢应该是有没有新的母花，这才是比较在意的，因为有了母花了才会有南瓜可以吃，所以还是要稍微用眼睛稍微瞄一瞄看一看。 OK，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了。 OK， 这是我们的实验菜园子西边的状况咯。昨天晚上的一阵雷雨呢对我的菜苗呢可能没有很大的影响，最少没有把它打趴，叶菜类呢也还站得好好的，所以还是蛮庆幸没啥事。那今天呢还是要来收成一些小黄瓜，因为小黄瓜已经长到撑破袋子的感觉，那这些小黄瓜呢就应该要采收了。 OK， 我们赶紧采收一下吧，然后等一下呢再去巡视一下，看看其他的叶菜类的苗呢也没有受损。